是我老公，一年前为了救我，脑袋被驴踢了，所以我到哪都带着他。还有卫生纸吗？不论任何时候，我都想给他准备最好的。眼睛要记得休息哦。都过起来，来放进来。原来他的无所不在，都是为了完整我们的家。不是每个故事都有完美结局，也许今天是一段看似惊悚，却结局神反转的温馨故事，但细思极恐，在现实的社会中，却可能是一段真实存在的家庭暴力故事。因为家暴无分男女，无论是对精神、经济还是身体暴力，每个人都可能是被害者、见证者或救援者。也只有勇于向外求援，我们才能不再无助，也不再对家暴虐虐不忘。在家庭暴力面前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足够的力量遏止悲剧。